自从嫁入豪门后，大 S 徐熙媛的求子路就备受关注，传出消息无数，但终被证实为传闻。前段时间，大 S 便被曝韵味十足逛街，并语焉不详地称若有重大消息会宣布，被媒体指为受孕成功，但她事后在微博澄清乱报，本人就当是祝福了。其实大 S 嫁给汪小菲后就扬言把造人大忌作为重中之重，但婚后的求子之路却颇为艰辛。为了迅速怀孕生子，大 S 推掉许多工作，在家调养身体，心甘情愿做人妇，并积极为怀孕做准备。常年吃素的她甚至还迫切喝下妈妈帮她炖的鸡汤，开始吃肉增肥，也通过中医调理身体，脸蛋跟身材都明显圆了一大圈。前段时间，大 S 出席保养品代言活动时被目击发福不少，脸圆手臂粗，甚至现场有媒体质疑她的体重冲破50公斤。日前更有网友爆料称，大 S 汪小菲夫妇还曾密会高僧传授生子秘籍，被指似乎在为求子而努力。